我今日专工来是想要问阿公，地园的迄块土地，请问迄块土地？地园迄块土地啦，迄块地是阮爸的啦，这位李土龙先生啦，伊就是爱家阿公啦。啊，那我呢，我就是甲爱家感情上好，伊上敬佩的小舅舅啦，吼。正正东东，李正东，嘿，嘿嘿，哦，头拄啦，我爸咧问我讲，哦，最近哦，爱家是毋是无用诶，出久无回来啊啦，啊，搁有啦，迄、那个温瑞德嘛，对迄个越南回来啊，我爸哦嘛，直直讲着伊咧，系啊，嘿嘿嘿，讲着迄个瑞德吼，啊，一个讲去东南亚，讲一个去讲几落年拢无回来啦，迄较早吼，常常甲阮爱家吼。啊，倒来只山顶啦，啊来地园佚佗佗行行咧啦，做个这个伊啦，我教，我一教。有啦有啦，你较早都讲过啊，若是这个瑞德你做孙囝婿，你嘛就欢喜的啦。张小姐吼，是，你世界集团我请教下，恁头家是毋是叫做张志贤？是，是吼、较早伊伫只换楼起一间别墅，我坦白甲你讲啦。卡扎伊就笑想要买我一块地，我都无咧买呀，无细个较亲啊，太有可能。阿公，要唔过你即摆已经误会安尼，敢讲你搁要遐尔辛苦咧种地啊？还是讲你若愿意甲土地变好运，饲狗、开养生村，你嘛会当搬入去住哦？安尼敢毋是足好诶？我几岁啊？锻炼生存咯。我坦白甲你讲，我阿都用撇撇诶啦。我可能去大养山村啦，你免笑想啦，上去。阿公，阿公，歹势啦，啊，我爸就安尼啦，较老啊啦，我头脑转袂过来。阿姑，阿请问你敢有法度家己做主？我当然有法度啊，我什么人？我是李正东嘞。我就是哦，迄个地方个唯一的继承人，哪有法度？听起来阿姑就是一个足有远见的人，对无？恁家的环境哦，真正足好个呢，空气好，而且搁只清幽个，真适合起养生村哦。阿卡斯讲，你若是有兴趣，我会当调资料来，互你看卖啊，敢好？哦，啊，不过这法律相关的代志，我无啥了解嘞，要安怎？这你免烦恼，阮公司有法律顾问。而且我买单家己啊，无咱找一个时间，才坐了好好讲。时到土地代书甲律师嘛拢会到现场，啊，你有啥物问题会当问因啊？哇，就这只，你这代志看起来就欠佳哦。阿姑，按你之前有做过生意，应该知影，做生意得看准时机，快很准，才当赚钱，对不？对，哇，真正是哦。我讲我保庇啊，我留一片地好，你土地若真正卖出去哦，哇，阮全家伙啊，了拢平生过好日子啊，我毛租金咪当做生意啊，对无？对，啊，那呢时间，我再传地址，啊，个时间给你，爱准时哦。先来去。哦，顺行顺行。请不要忘记我，请你唔通。